速度快，眼睛就会失焦。摔了一跤呢，哎，我发现我速度一快之后，我的眼睛容易失焦，哎，没有，速度一快之后怎么回事？啊？我在那个威斯密尔还没下去就摔了一跤，失焦了之后就摔了一跤，看我懂了，看不见了。还有上面好雪好少，好滑，都是裸露的冰的。为什么我一个眼睛会突然就感觉他就看远方了，就一个眼睛看近了，一个眼睛看远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